哎，你怎么了？是上街，今天你想吃什么呀？哎，吃什么都行。那行，走吧。 妈，你先去前面等我，我有点事儿。那行啊，闺女。大姐，嗯，又吃点馒头呢？是啊，当保就行。你今天没上班啊？这不是到饭时了吗？休息会儿，等我吃完这个馒头再去干活。大姐，你这整天吃馒头，这营养也跟不上。哎，这能跟上。再说。 我身体棒着呢，吃馒头也能跟上。这样，大姐，拿这个钱去买点好吃的。这怎么行啊？哎，你就拿着吧，听我的。这买点好吃的才有力气干活，不是？我先走了，大姐。谢谢你啊。妈，走吧。闺女，你这每次都跟那姑娘那么多钱。 你给他那么多钱干什么呀？我都看见好几次了。妈，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。闺女，这可怜的人那么多，你能帮完吗？妈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几年前我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。 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怎么在这里蹲着？大姐，不瞒你说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。我呀，刚到这个城市，工作还没有找到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对了，大妹子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这有两个馒头，你先垫吧垫吧。大姐，那真是太谢谢你了。行了，不用谢，这出门在外啊，谁都没有一点难处啊。好了，这杯水你也拿着。 谢谢你啊，大姐。大妹子，我这里还有点钱，你先拿着，别嫌少。大姐，吃的我拿着就算了，这钱我不能要。行了，你就拿着吧，别跟我客气了。大姐。 谢谢你，妈，原来是这样呀。妈，这从小你就教育我做人要知道感恩，这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。对，闺女，你做的对，妈支持你。妈，那行了，咱们走吧。行，走。